各位老师、各位伙伴们，大家好。首先先介绍一下我这个意识的系统呢。我们讲的是Access Consciousness， 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系统。那我是 Access Consciousness 里面这个系统里面的 Access Bars 的一个认证导师。这是一个简短的介绍。那我想我们都在聊意识哈，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三年来，我们甚至大家比较常在聊的都在讲疫情，所以我们所有的话题、我们的生活圈、我们的关注的焦点，可能都是在这个疫情里面。那但是在这个疫情里面，大家过得好吗？或者是各位老师，你们的个案，或者是你们的学生过得如何？都过得很好吗？有没有人过得不是那么的满意，或者是过得比较的紧缩？那有没有人反而是在这个时候过得是特别的精彩呢？那接下来我就讲说在混乱中成为你。那我想这个其实我们非常的 我自己个人觉得非常的幸运，我们能够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在这个年代里面，然后在这个快速的改变的年代里面，我们参与了。那这个年代或许有人觉得这个时候是非常的混乱的，尤其是一切的改变，一切的变动都在加速，那这些都让我们必须要跳脱我们的舒适圈。而在这个变动里面，我们或许会觉得这怎么跟我原本想象的不一样，那事实上或许我们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原本应该。那如果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去享受这个混乱，去观看这个混乱，我们搭乘火箭在这个混乱里面，我们用高速的火箭在行进，但是在火箭当中，在这个高速火箭行进当中，我们不仅我们的视野跟维度看得更深更广更透彻更清楚，但是也能够每一个画面每一个定格我们都看得非常的清晰，那会怎么样？所以呢，在这个混乱当中成为你，我想这可能就是说现在这个地球对我们来讲，透过这种种的混乱对我们产生最大的刺激吧，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礼物跟贡献。就是说如果这其实是在看我们啦，我们个人要不要去选择，就是我们个人要不要去选择根据我们心里面所知道的生活的方式，我们所知道生活应该是怎么样，我们去选择去用那样子的一个方式来生活。那我们要不要去选择把我们所知道的那一个不同的世界在这个时候活出来？因为通常如果说我们是在一个非常舒适和平的安稳的一个状态底下，通常我们不太会去做出选择。如果说我们有一条高速公路，那条高速公路是从北到南，台湾从北到南是非常顺畅的，我想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导航系统或者是我们的意识里面会自动的会去选择那一条最快的高速公路，从北到南直达的。但是我们却忘了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的路，还有其他的风景，或许那才是我们真正想选择，我们真正想经验的。可是在平顺时期的时候，在昌平时期，我们并不会去选择那样的东西，我们会顺着主流一直走，唯独只有在或许北到南这条路上开始大塞车，或者这个路现在在维修，在路况有状况的时候，我们才会开始去想我是不是要绕别的路走，或者是我要退回来。如果说我不绕别的路走，有些人他在那里他会说，哦，我就塞在车阵里面好了，反正大家都塞，所以我以前也这么走，走了十几二十年了，我现在继续开这条路，让我继续塞在这个车阵里面，这是一种选择。那有人是觉得说，好吧，那我就在这边，我就往回走吧，我就回家了，我不走这条路，我不出门了。那有一些人是开始在想，我有没有替代道路可以走？这替代道路又那么多选择，我应该是走替代道路之后再上高速公路，还是我就一路走替代道路，直到我要到的目的地？那还有一些人他会觉得说，我就是可以自己开一条路啊，或者是我可不可以不要走马路，我不要走路面，我能不能用高空的方式来前进？所以在混乱当中，其实也就是在我们也就跳脱了我们的舒适圈，在跳脱舒适圈当中，我们其实也有机会去做选择，而成为我们真正想成为的，去过我们真正想要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地球对我们来讲最大的一个礼物，而这个礼物它是透过这样子一个混乱的刺激，让它告诉我们，让我们自己告诉我们自己，我们是有所选择的，我们可以创造我们自己要的人生。所以如果
就是现在所有状况都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不是现在的话，那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会把真正的我们透过那样子的一个结构还有那些的壳给退掉？我们什么时候才愿意把我们的壳跟我们的结构全部敲破退壳而出？如果不是现在，你还有更好的机会吗？所以我认为其实混乱让我们过得非常的精彩，你可以在混乱当中继续心智混乱，你也可以在混乱当中非常愉悦，非常的开心，觉得这个就是我改变的一个契机。那Access Consciousness 这个系统的创办人呢 Gary Douglas， 那他就有讲过一句话，这句话我觉得非常好，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有什么是你能为这个世界去创造的，而你却还没有去创造。那我自己个人觉得，其实我们可以为这个世界去创造很多，因美桃李各有特色，我们并不是要去走哪一个主流或者是某某人的期待的路线，而是我们当时我们投身在地球里面，我们选择这一世在这个节骨眼上面，我们的存在在这里，其实我们就是，这是我们选择而来，那我们有没有忘了这样子的一个选择，而成为就是跟大家一样在茫茫的人海里面的做跟大家一样的选择呢？其实或许我们该可以去想象，我到底可以为这个世界去创造什么，但是这么多年以来，一直以来我们都还没有去创造的，那现在是时候。好，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搭乘意识火箭的门票，这是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情况。我认为每个人都觉得，哇，今天的我所面临到的跟过去我所知道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每一天都在颠覆自己的理解，每一天都在颠覆自己曾经被教育，或者是曾经学到，曾经被告知，或者是自己建构的那一个系统，或者是自己所知晓的那一个世界，或是判别的标准。那现在每一天都在做这个改变，那这个改变接下来又会更加速的改变，那这个我们要如何去抓住这个改变的契机，然后呢去很悠然的在玩乐，在这个人生当中玩乐，然后我想我们就是要搭乘火箭去走，或许还有更快的啦，这个嫦娥飞天它可能一下就一个意识就到了，那我们搭乘火箭也是一个方式，或者是有更快的技术，我们不要再走原本的那个道路，那我们要知道现在就是一个速度的时代，我们不能去拒绝这个速度，内心可以安稳在我们的那个当下。不过火箭我们要怎么搭上去呢？那以我个人我所被认证的 SSRS 的导师，我会说如果要搭乘意识的火箭的话，他首先要买一个门票，这个门票就是 SSRS 的这个课程。那我们当然就不免俗的大概的跟各位老师分享一下什么是一个 SSRS 的课程。那 SSRS 它是一个一日的全球认证的课程，这个全球一日的认证课程它就是一个8小时的课程，那但它是一个实体课程，并不是一个线上课程。当然线上课程在目前的这个疫情的时代它也是被允许的，只是它可能在拿到执行师这上面是有一个限制的。那我们先来讲它这一日课程里面大概教些什么呢？上午的时候是一个学科，这个学科呢主要就是教导大家8个工具，那这8个工具让我们可以脱离我们这种无意识的自动导航的模式。这个什么叫做无意识，什么叫有意识，我们稍后可以再做更多的探讨。所以这可以让我们可以做出更多有意识的选择，而知道那是我所选择的，而不是父母给我的选择，不是社会给我的选择，不是国家告诉我应该做的选择，而是我自己心甘情愿我自己要的选择。那也因为我们有了选择，所以当我们要选择，我们就会开展更多的可能性。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不愿意选择，我永远都会觉得我没有任何的选择，我不得不走这条路。可是当你愿意去选择的时候，你就会去看到更多的门，更多的可能性的展开，而这些是你可以去选择的。那如果要做到这个，当然我们要会破框，我们把我原本那个框架，我们那个限制，那个紧缩，那个没有其他的方法，我不得不的那种想法，破除掉。那破除掉之后，你要超越。所以意识它是一个无限的，你是一直
一直在超越，它根本没无穷无尽，没有边界的，所以是不断的在超越。那透过这超越，有时候我们要去超越，我们要先做出提问，就是这里面还有什么样的可能性？我今天应该把我的专注力放在哪里？我今天应该要去创造些什么？我今天要去出门，我要搭，我要自己开车，还是我要坐公共汽车？这些都是透过提问，或者是你透过提问，就是在提醒自己，我是有所选择的。那有了这些选择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去创造。所以这基本上就是教这八大工具。那它这个八大工具呢，我们还会再讲到。其实 BARS 这个课程，它比较特别的是，它是一个手触疗愈的课程。它透过触碰你头部的32个点位，那个32个点位，它去解锁你的一些信念，而这些信念大概90%几都在我们的我们可能在接触个案或我们在教学，我们在身心灵圈子里面都会去遇到的，很多人都会去问的，例如说金钱的问题呀、关系的问题呀、性的问题呀、然后创伤的问题呀、疗愈的问题呀、感恩的问题呀、爱呀，这些的问题全部都会在这里面。32个点位，它各自有它各自的作用去发挥，让它自动去调整。那下午的部分我们会进行术课，这个术课就是教大家实际去操作 BARS 的疗愈，然后也学习除了你实际操作，你可以帮自己操作，帮别人操作。那还有我们会另外教导 BARS 以外的这三个身体的小程序，那是针对身体的一些情况特别的去做的三个小程序。那很多人就会问说什么是意识。那首先呢，意识就是很多同学每次都会来问我，到底我如何去定义是什么是意识。那我用个比较简短的词去跟大家分享，这个意识呢，就是包含一切而没有评判。它其实是一个合一的概念，因为你就是这个宇宙的一个分子，所以你的意识也在这宇宙的分子里面。当你包含了这一切，你没有评判的时候，你就不仅说你就没有框架。那所以意识它其实是没有尽头的。那我们怎么知道说我是活在意识里面的？我现在是用意识的方式在生活。你可以去看看你自己的生活有没有更加的轻松，有没有更加的轻盈，有没有更加的愉悦，有没有觉得更荣耀了自己，也荣耀了别人。在这里面，你有没有开始去发现自己原来这个能量，意识能够创造能量，能量能够显化一切，在这里面有了魔法。你开始觉得你会施展魔法，你有奇迹，你会创造一些奥秘，而且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可能性，是你的可能性，也是别人的可能性，然后你就针对这个做出选择，让你的生活更加的丰盛，更加的荣耀。那这对我来讲，这个就是一个意识。那第二个问题又会，也常常会有人问我说，老师，那要如何增强自己的显化能力呢？我想特别的多，应该是大家很多老师都会面临到这样子一个问题，或者是有时候招生的时候，可能大家最有兴趣的主题就是我如何能够顺利的显化。很多人看了这个秘密这本书，然后去学吸引力法则，但是常常讲为什么我都没有办法显化呢？那我同样来分享一件事情，在我们的 SS 的课程里面呢，有一次的实体课程，就有一个学员就问了这个创办人 Gary， 就问了 Gary 说 ：“Gary， 我想要问一下，为什么我都我没有办法显化？”然后 Gary 就说：“那我问你一下，我现在给你们一个就是一个愿望，这个愿望是你们想要在明天就能够发生的。那你们现在告诉我这个愿望，它可以立刻成真。”然后突然间那个学员就说，好，那么好，那只有一个愿望明天能够成真，那我要的那个愿望是我要赚50亿美金，我明天要看到50亿美金。然后 Gary 立刻跟他讲，那是不可能的。哦，不是。然后那为什么不可能？你不是说这个愿望都能成真吗？ Gary 说，因为这跟你的能量的振动频率跟你的你整个频率就是不对的，你根本就是在胡说瞎说，你从来都没有相信你可以赚到50亿美金，明天你会有50亿美金到你身上。那所以如果说你根本就没有这样相信，你根本就是胡说乱说，那这怎么会去显化？所以你首先你要去相信。那为什么他讲的，他如果说他说明天我希望能够有100万美金，或许他中乐透还会中到，他是相信，但是他讲了一个数字是他自己都不相信的，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出他无法去显化。那所以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有多少时候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还开着后门，所以我们不全速前进。我常常发现我自己或者是我周遭人的这个状况，就是他把后门开的是，如果我开了一条后门，如果这个后门还有的话，我就可以稍微慢一点的去前进，去创造。但如果后门还开着的话，反正我还有别的方式。所以你不管你觉得你很努力不断的在创造，但是你的后门开着，所有一切能量一直在流掉。所以有多少时候我们永远在开着后门，但是我们说我们要去创造。所以创造未来不是，我们现在创造未来不是基于过去去创造。那如果说你真的去解释到自己对金钱没有观点，你愿意接受更多，成为更多，你也确定是这么相信，那你自然就频率对等，就很容易心想事成。